巍大别山，浩浩长江水。在大别山重要干流皖河滔滔汇入长江之处，一座千年古城映入眼帘，这就是安庆，寓意为平安吉庆之地。临江而立一座明代古塔，这就是享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美誉的镇风塔。镇风者，以镇文风，蔚为大观之意也。镇风塔是古城安庆建筑的标志，更是安庆人文精神的象征。安庆地处安徽省西南部，皖赣鄂三省交界处，现辖一市七县三区和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1.54万平方公里，人口630万。安庆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安庆是安徽之源，东周时期安庆为古皖国所在地，安徽省简称皖，由此而来。1700年前，中国堪舆学创始人郭璞就发出此地宜城的赞叹，故安庆又别名宜城。南宋时期，知府黄干在这里修筑城池，安庆从此在长江之滨崛起，成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从乾隆25年的1760年开始，在长达178年的时间里，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第一艘轮船从这里下水，第一部电话机从这里产出，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在此诞生。众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使安庆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风水宝地。安庆是禅宗福地，唐宋年间，中华禅宗开山鼻祖二祖慧可只身南下司空山，开宗立派，三祖僧璨完成了禅宗的理论体系，从而造就了三祖寺在佛教丛林中的祖庭地位。至今安庆境内仍留有二祖禅堂、三祖寺等诸多佛教禅宗活动场所。安庆是文化之邦，皖山皖水养育了曾影响中国文坛200多年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奎、姚鼐，书法巨匠邓石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佛教领袖赵朴初，外交家黄震，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两弹元勋邓稼先等一大批人文精英，他们犹如一道璀璨的星河，辉映华夏天空。孔雀东南飞，大桥小桥，不越雷池一步，六尺巷等著名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皖江地域文化。安庆是戏剧之乡，这里是京剧的源头所在，四大徽班进京，揭开了2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京剧发展史的序幕。
安庆前山艺人陈长庚被称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黄梅戏诞生于安庆，成长于安庆，兴盛于安庆，成为闻名世界的地方剧种。如今的安庆已成为中国黄梅戏艺术发展基地。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曾被汉武帝封为南岳的天柱山，雄奇灵秀，千年古刹迎江寺闻名遐迩，小孤山、司空山、福山、花亭湖、巨石山、五千年文博园等众多自然和人文景观，光彩夺目，令人流连忘返。安庆城北枕龙山，南临长江，城内湖泊众多，古巷蜿蜒，城因山而厚重，更因水而灵秀，形成了一江绕城、两山拱城、数湖嵌城的独具特色的城市园林景观。坐拥自然造化的优势，上承历史文化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的安庆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跨越，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强势的华丽转身。近年来，安庆积极抢抓国家促进中部崛起和皖江示范区建设的历史机遇，致力科学发展，加快转型崛起，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支点、优选之地，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轻纺食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四大支柱产业，涌现了安庆石化、华茂纺织、环鑫汽配、曙光化工、海螺建材、全力日化、鸿润家纺、胡玉美酿造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随着骨干企业翻番、园区经济倍增两个计划和中小企业促进工程的实施，随着打造石油化工、轻工纺织、机械和装备制造三大千亿产业发展规划的启动，随着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力推进，安庆已真正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走向了安徽发展的核心区。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给安庆带来新机遇，打造带动皖西南、辐射皖赣鄂交界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它新的历史使命。安庆的发展不仅纳入了皖江城市带，也纳入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之中。今天的安庆已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安庆港实现了对台直航，沪蓉、吉广、沿江三条高速公路在这里交汇对接，四通八达。安庆长江公路大桥将与建设中的安庆铁路大桥、望东公路大桥、南京至安庆城际铁路，使安庆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地面交通枢纽。天柱山民航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厦门等航线，为安庆架起了空中大通道，综合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安庆全力推进文化强势战略，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齐头并进。天柱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
并获得世界地质公园称号。5000年文博园将中国民间文化产业深度演绎，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成功运作的典范，也因此成为全国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基地。孔雀东南飞，桐城孔城老街，龙山凤水，粤西国际养生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蓬勃兴起。安徽再分黄梅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运营，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建成开馆，特别是3年1届的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为安庆增添了独特魅力，成为安庆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和城市名片。安庆素有崇文尚读的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安徽省位于前列。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安庆地区高考录取人数一直名列安徽之首。安庆一中是全国唯一一所毛泽东主席视察过的中学，如今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列为校长实名制推荐学校。安庆是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目前拥有安庆师范学院、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多所高等院校。安庆的社会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卫生、体育、服务业稳中求进，长足发展，城市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让安庆人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人们在古韵悠然中品茶听戏，回味悠长历史，体会岁月变迁，更在绚烂时尚中感受现代律动，享受盛世安康。安庆人那种悠然、怡然和从容淡定的生活状态，正是这个百年省会城市深厚文化积淀所赋予他们的独特气质。它所折射出的是安庆人骨子里的自信和精神世界的达观。安庆青山环绕，水系纵横，在城市建设中，安庆的决策者们充分彰显了山水情怀、诗意栖居的生态环境理念，人工建设融入在自然山水之中，一个森林密布、湖水相伴、宜居宜业的生态城市架构已经形成。今天的安庆正在围绕建设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和皖西南中心城市的定位，发扬崇文尚德、务实创新的安庆精神，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大力实施工业强势、三产兴市、创新推动、园区带动、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六大战略，朝着全面建设、实力安庆、活力安庆、文化安庆、和谐安庆的目标前进。朝云晚江，人文安庆正发力创业，再振雄风，山水宜城将再现辉煌。这里是平安的天，这里是平安的地，天柱山，树峰北，关河水流春气，春来杜鹃红，啊，冬至松柏绿，一条丰收我唱红梅戏，我唱红。
心。